好，那现在哦，请大家等一下哦，大家轮流看。假设是卫福部先天五蔬果三蔬二果，谢谢。三蔬二果的时候，我们以熟的为准，生的先摆旁边。熟的为准的时候，三蔬你是这三蔬这二果，一是所需，那赶紧来排列。我不喜欢吃苹果，那我把它换成香蕉。以前就这样子。就以八成的人，卫福部掉了八成的人讲都搞啊。你就知道国人多糟糕了。一天分三下去。这个是还没煮之前，大家看一下那个量，原来是有这么多。